部分人在旅行的时候啊，心情都会比较浮动，所以一弄不好就会有个什么艳遇什么的。喂，万芳你好。二刚，是我啊。季璇，是你啊。嗯。怎么样，有事啊？没事，只是想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。哎，是不是又在想我了？想你啊，真的好想你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干嘛躲在外面啊？我怕妨碍你们上课嘛。来来来来。哎，好哎。好什么？你刚刚被摔的那下，好，好响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胖？不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熊。什么？不对，健美，健美，那还差不多一点。对，她是健美公主，我呢是健美皇后。我跟你们一比，我都变成弱小民族了。多吃一点，练一练嘛。哎，万老板，你最近怎么没有到我们家去吃牛肉面了？我最近比较忙，比较忙。忙也要吃东西啊。待会就去，我请你。这可是最新出品原装进口的吸尘器啊，这玩意儿又便宜又方便啊。你看越是看不见的地方呢啊，就越是有功效。它可以吸灰尘，找东西，赶蚂蚁，抓蟑螂，杀臭虫。你看这小子真行啊，
做生意做到这儿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吹牛不打草稿，那东西还可以抓蟑螂啊！发呀，我看呢，蟑螂都比它跑得快呀。150，150，抓死的嘛。对，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把这个 open 一打开啊，天大的烦恼都帮你解决。哎，先生，买一个送给女朋友嘛，可以增加一下彼此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拿来当嫁妆呢，这个又经济又实惠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这小子说话越说越离谱了，一插上去就简直骗子人不偿命啊！现在是特价。当然了，老王卖花自卖自夸，我们能说我们家牛肉面不好吃吗？对，我现在差不多一直。谁说我们家牛肉面不好吃啊？大一点，我们家牛肉面是台北第一啊，不是东南亚第一啊，大的灯笼都找不到了。漂亮啊，这个镜。当然了，现在也找不着灯笼啊。哎，对，有故障你就回来找。端面，端面，端面，这个东西150，来，端面。怎么会有故障？绝对不会有故障，我跟你讲。这个管子都买不到，150块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快，来了，吃面，吃面，面来了，面来了，面来了，哎，面来了，面来了，哎，你小伙子，这玩意儿真像你所说的，还可以抓臭虫啊？这广告嘛，干嘛那么认真呢？就为了提高客户购买的兴趣。哦，我说呢，要是真的，那不就成了白兰教了吗？好，我给你下碗大碗面。对对，哎，老婆，不用了，小碗的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是我女儿请客了，用不着你花钱了。真的？哎，谢谢啊，老婆，谢谢。说真的，我还真喜欢吃你煮的牛肉面。你煮的那个牛肉面啊，全台北啊，啊不，在全东南亚找遍了，都吃不到那么好吃的牛肉。耶，小伙子，你听谁说的？哎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哥家面馆煮的牛肉面闻名天下嘛。哎，有一套，你真有一套，小伙子等着瞧吧，啊，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啊。那我先去坐着了。哎，坐着坐着。这封信还给你，以后不要给我写信了。没有别的事，对不起。这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小亮啊，你怎么来了哈？我爸爸叫我来买包子。为什么？家里面没有弄东西啊。我妈妈出去，我爸爸刚起来，我爸爸叫我来买包子。好，阿姨弄给你了啊，来。来，大家吃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，你看啊。这下可真的吃不完兜着走了。谢谢。来，用茶。谢谢。小表叔啊，你不要这样嘛，你没有听说好事多磨吗？哎，这不是多磨少磨的问题，根本就没有机会磨。哎，不回信也就罢了，还把信丢回来给我，你说丢不丢人呢？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就跟我说一声对不起，就跑去送货了，后来也没看到人了。那您呢？我待在那儿吃牛肉面，这么大一碗面呢，里面牛肉多，面多，葱多，蒜多，汤多，要多难吃有多难吃。喂，国风公司。啊，请您等一下。姚董，4号吴元俊电话。结果我足足吃了40分钟，一身大汗才把那碗面给吃完。那你不会少吃一点，剩下有什么关系呢？开玩笑，我哪敢剩下来，那碗面是他老爸亲自下的，我还一直夸他们呢，说他们哥家面馆的面全东南亚第一啊。结果他老头听见了，是高兴的，给我又加葱又加味精又加面，就弄这么大一碗呢，我还非得把它给吃完，吃完了还得夸好。小表叔啊，你真的很有意思。哎，
还有意思呢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今天早上生意也没做，就偷偷站在你们公司门口看他上班，现在又想偷偷站在门口去看他下班了。表叔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现在是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了也许会不高兴，这样不是更糟了吗？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您不是说他建议您去练柔道吗？你去了没有？我还敢正式去练呢、啊、上次我去客串一次、啊、他就把我全身骨头都快摔散了、啊、客串而已啊。什么客串？葛明秀啊，他叫我客串一个色狼，结果你猜怎么样？他把我当门板一样啪嗒就这样摔出去啊，跟抓贼一样啊。张经理，这是您要的综合资料，根据这些资料相信贵公司一定很快可以完成企划案的。谢谢你季小姐。不客气，请您过目一下。哦，其实啊，我们的企划已经做好了，只是要这些资料参考一下。季小姐辛苦，这是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是我分内要做的事，不需要谢了。哼，是不是要汪总经理下命令你才敢收呢？哎，张先生，我看您不必费心了，我只能命令他工作，可是我不能命令他收礼。这只不过是一点小意思嘛。哎，可是季秘书从来不收你的礼物，我看你还是收起来吧。好吧，那只有等签了约之后我再请大家吃饭吧。请问张经理，贵公司的企划案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？因为我们公司也要安排流程，希望越快越好。很快，也许过一会儿我就拿过来了。谢谢，那我就不催了。总经理，你这位秘书小姐可真难得，又能干又漂亮。张老板，你可不能把她挖走啊。那也说不定啊，我要找季小姐啊，我就不会让她当秘书了，我请她当经理。不过你也挖不走，她是我的死党。那也不能跟你死党一辈子啊，人家季小姐早晚要结婚的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待会儿我把计划书拿过来，我走了。我送你。季小姐，再见了。再见。有王姐呢？啊，姚董，刚送客户出去，姚董有事吗？也没什么，我是说晚上你不要自己张罗了，随便跟我们出去吃一点。谢谢姚董。天下之大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又怎么了？你们猜猜看，刚刚那位张先生在门口跟我说什么？是不是说我？他问我说你几岁了，有没有男朋友，要我帮他介绍。你该不会把他骂一顿吧？我才不会骂他呢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季璇一个男朋友都没有，还在待字闺中，等待各方君子好逑。啊，汪总，你这不是给他找麻烦吗？哎，我给他开个小玩笑。当心玩笑不要开出后遗症来。不会的，我信得过季璇。Thank you.
了。请。怎么了？导演说了，你要上哪？我真是不晓得该想什么方法才能让你为我着迷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不晓得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你为我着迷。哎，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说呢？拜托，佳慧你。哼，做到目前为止，我也只能让你喊我一声佳慧而已。佳慧。好了好了。不坐你车了啦。佳慧，魏尔刚，你能不能想个办法，让我们两个人见面，不然好像有一种偷来的感觉。偷来的感觉，拜托，我哪有那么值钱啊？还要偷，还要借，送给人家能有人要就已经不错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真的吗？等到有一天啊，你发现我是多么平凡的时候，可能送给你也不会要。记住这句话哦，我会等待这一天的。我今天到家教中心去应征了几个家教，明天是礼拜天，我可以去面谈。你真的开始要兼差了？对呀，反正公司也不是每天要加班的，我可以利用剩余的时间去兼几个家教了。几个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雪，我们一定要有了房子才能结婚吗？而且我们一定要存了足够的钱才能买房子吗？说的家教啊，家教，二刚不，季雪，不要因为我打消了你的计划。我们曾经说过的，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想法。嗯，谢谢你，二刚。好，面谈的时候我陪你去。紧张，丢开了那么久，当然会紧张了。你好，我姓季，是跟你们约好要来面谈的。啊，请进。啊，这位是你先生吗？不，是我未婚夫。啊，
温夫啊，哎，我跟家教中心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要的是要已经结过婚的老师。可是，对不起，我想我们不要再谈了。对不起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哎，妹妹。二刚，希望这一次能顺利。不会的，你放心。谁呀？我姓季，我是来应征家教的。哦，请进。老师对吧？是的。请问你的毕业证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吧？我都带来了。好，那请进。嗯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请喝水，谢谢。证件在这儿啊。实际的情形告诉我，刚刚我碰到一个学生的家长，他也这么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希望请一个结了婚的老师。老师结不结婚对学生又有什么影响呢？对啊，这真的很奇怪，我没听说过当家教跟结婚会有关系。你一定是刚出来见这种工作对不对？是的，我本身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所以你刚出来接触这种工作，你才不知道这个行情。行情？当家教还要行情？本来找家教也不一定非要结婚不结婚，只是因为我们找的是女老师，所以我们希望是结了婚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替我儿子请的是女家教，后来她交了男朋友，所以常常请假迟到，到最后干脆就不来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怎么会没有这种事呢？以前我替我儿子一连请了三位女老师都是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下定决心，没有结婚的女老师我绝对不要。可是我绝对……我知道你一定会说你绝对不会这样的，可是感情的事谁料得到呢？你们会不会因为热恋或是一下子失恋，把我儿子的功课丢了就不管呢？所以说你们还是试一试别家吧，我这里实在是不方便。天老爷，这年头怎么找个家教还会那么难呢？时代不同了，现在的家长精明得很呢。说的也是，就拿那种一进门啊就看证件的举动，我就受不了，好像毕业证书啊都是假的。本来就没错嘛，听人家说啊，就是有那种伪造证件去冒充的人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啊，谢谢。小琼他们去当家教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学生证、身份证还有学业成绩一样都不能少。哈哈，我的妈，那我真是太土包子了。不只是你呀，连我都是。
走了。先拉车子走。老刚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这一次我自己下去，你在这等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加油喽！谢谢。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开自落自清高。它不是存心骄傲，只为了只为了美丽青草。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怜自爱自烦恼。它只愁着惊涛寒山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又泡汤了。总算是成功了啦，不过啊，也快把我气昏了。泡汤了，总算是成功了啦，不过啊，也快把我气昏了。哈，事情哪那么好成的嘛。啊，二刚啊，哎，对了，你陪我到书局走走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要买什么书？我想买几本参考书。走啊走啊，家教还要买参考书？哎呦，人家丢了太久了嘛。嘿嘿，要加油喽。嗯，今天晚上又泡汤了，老刚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姐你好，你觉得你现在会不会很需要一顿宵夜呢？我想我会。那么我现在也很需要一顿早餐，所以你说吧，我们什么地方见？老地方见。这一次我答应你一定让你付钱就是了。好啊，那20分钟以后见。好，那待会见啊，拜拜。怎么，又不开心了？马上又要夏天了，怎么开心得起来啊？天下本来就没有不散的宴席嘛。嗯，天底下也没有可以不下车的便车，对不对？知道就好。哼，总有一天呢，
我让你的车变成我的专车。你不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？好了，大小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好，你可以走。哎，季小姐，你要下班了？好极了，我正好把这个企划书送来给你。张先不是说昨天就要送来的吗？是啊，我是有点事情，所以耽搁到今天。对不起啊，季小姐。没有关系。季小姐，抽烟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抽烟。那要下班了吧？啊。这每天从早到晚8个小时，够累的哦。还好。其实啊，女孩做事啊，最好是意思意思，每天这么累，简直是浪费青春嘛，是不是啊，季小姐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哎，我一说你就知道了。像你这么漂亮，这么温柔，这么大方，而且又这么能干，你要上哪去啊？对不起，我要下班了。喂，紫水啊，你过来一趟，那个张经理来在缠着季璇。下班？你还不走吗？我，走，我们一道走啊，季小姐，今天我做个小东，我们一块吃晚餐。您是喜欢吃日本料理还是西餐台菜？对不起，我晚上有应酬。怎么会呢？不要客气。怎么一回生二回熟，三回四回老主，大家就是好朋友了嘛。走吧，季小姐。我说过我有应酬不能去。是跟男朋友约会吗？张轩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好吗？季璇，好好，你好了吧？哎，张经理啊。哎呀，怎么那么香啊你？我是送计划书来的。啊，你们要一块出去啊？我们有个私人应酬，失陪了。张先生还想再坐一会儿吗？不，那改天再说吧。再见。再见。王姐。这个是我帮他们代班分过来的一份，这个是我上个月出差的奖金，这个是我的薪水，里面有端午节加发的加菜金。哇，看起来是比我多的多了。我就这一份，两家的家教加起来只不过这10000块，就这么一点。你啊，你怎么可以取笑我嘛？我还以为你的家教啊可以一下子啊领10万块钱呢。哎，好，钱少也没有关系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我只要日积月累，哪怕不会存成大钱的。说正经的，我们现在到底存了多少钱？我看看啊。啊，这么少啊？不少嘞，已经60万了。这样得存到什么时候才够嘛？很快啦，我们只要存够100万就可以了。啊？100万啊？对呀，而且最近房地产复苏，有很多房子的价钱都被过分的提高，
如果我们现在买房子是最划不来了。同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现在要买，我们要多付十几万元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们还可以照样的去看，去选。到了真正要买的时候，就要特别小心了。啊，还好，还好你没说，一定要等到房子跌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买房子。哎，不要泄气嘛。没有啊，我很好啊，我没有泄气啊。哎，你看，我现在跟他一样，不是神气十足吗？我看你神气在哪里。你要好好的睡哟。嗯，哎，明天早上一睡醒我就来接你哦。干嘛？哎，去找房子啊。来。干嘛？人家明天要上课。啊，连礼拜天你要上课？还是我今天早上才跟人家说好的嘛。他们只上礼拜天啊。啊，对不起啦，我刚刚都一直忘了跟你说。哦，好吧好吧，我明天啊还是会早点来，吃过早饭我再送你去好吗？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常来坐。嗯，讨厌。拜拜。再见。哎，嗯，喂，小亮，喝牛奶了。谢谢，真不好意思，还要你来下厨房。没关系，今天是礼拜天嘛，我也不上班呢。那还是温的。啊，谢谢，小亮，还不赶快过来喝牛奶。阿姨冲的牛奶好好喝哦，再好喝也没有我妈妈冲的好喝。小亮啊，你先把这杯喝掉嘛，等妈妈回来再吃好东西啊。还不谢谢阿姨。给阿姨谢谢。哎，小孩子要坐到椅子上去喝啊，来，坐好啊。喂，那。他妈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去打牌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开车开了通宵，一回来我就睡觉了。等到我一醒来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我妈妈去打牌，都是那个王妈妈打电话来叫的，说早点打，早点结束，不要熬夜。来，小亮，再喝一口。我喝饱了。徐大哥，你好辛苦，开了一夜的车，没睡几小时，现在又起来了。为了生活，辛苦一点算不了什么。最叫人苦恼的是，起来看不到人，这回到家呢又没有饭可以吃，这算个什么家嘛？徐大哥，你有没有劝过他？我看小亮常到我们那儿去玩，他是不是常出去？他就喜欢打牌，怎么劝也劝不听。我前脚一出门，他后脚就走了。哦，真不好意思，小亮经常去打搅你们。这倒没关系，我们都非常喜欢小亮，尤其是我爸跟我妈，简直爱死了。大人的生活不正常，连小孩都受了影响。你看看，现在马上我要出车了，家里面呢又只剩下小亮一个人。真是不像话。没关系，你把小亮交给我好了。
小亮，爸爸要去上班，等一下阿姨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一个人看家，我要玩我自己的遥控车。那你要乖一点，不许乱跑，在家好好看家。哦，如果有人打电话来，我要问他贵姓；如果不认识的人，不让他进来；如果有事情的话，打到给爷爷家。哇，好棒哦，完全训练有素哎！这个啊，都是给他妈逼出来的。谢谢，那我出车去了。小亮，你在家呢，要乖乖的哦。好。嗯，爸爸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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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各位各位，最新进口最新进口的万能迷你吸尘器啊，机器很小，可是一点不占你空间，还可以帮你解决天大的烦恼。这个机器可以放在汽车里、厨房里、卧室里啊，可以放在很多地方。哎，小弟弟，还可以放在你的书包里啊，不管是隐藏在什么地方的灰尘都可以帮你们吸得一干二净。兄弟，看一看啊，这个机器虽然是很小，可是用途非常多，除了帮你吸灰尘以外，还可以帮你抓蟑螂、杀臭虫、赶蚂蚁，还可以找东西哈。机器，这个机器用途这么多，才卖350元，350元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，350元要买赶快买，350块一个清洁卫生的世界啊！来来来，先生，看看世界这么便宜啊！哎呀，先生，350块就能买一个。哎，身体啊，小璇呢？小璇啊，最近出去兼家教，所以就把我晾下了。哦，怎么还没买到房子啊？哎哎，老板，哎哎哎哎，来，好好好，350，350，哎，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啊，350块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在那边看到一个工地哦，还不错的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？我看算了吧，问题没那么简单呢。哎，有什么不简单呢？现在买房子给钱就是了嘛，还可以到银行去贷款，慢慢付啊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可以啊。反正我今天心情也不是怎么好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要买赶快买啊，350块一个啊，我要收单了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什么？是因为那位柯小姐吗？哎，别提了，还没追到手啊。我现在连他们家的牛肉面都不好意思去吃了。不过还有一些希望。哦，哪一些？他们家人呢，倒好像是蛮喜欢我的。那个老头呢，没事就抓我陪他下棋；老太太没事呢就冲着我笑，好像那个意思有点，好像有点丈母娘看女婿的意思。哦，那好啊，既然老人家喜欢你，你就常去啊，这样自然就有机会接近歌明秀了吧。那个牛肉面我受不了啊。哎呀，小柏叔，吃的苦中苦嘛，吃碗牛肉面又算得了什么？嗯，我看啊，我早晚变成牛肉面大王了。哎呦，佳慧佳慧啊，你还在磨蹭什么啊？发表会都快开始了，你还不赶快去？我找不到尔刚嘛。尔刚，他会不会已经去现场了？不可能了，他更不晓得现场在哪里，而且他那天跟我约好了到办公室来，我带他一起过去的。我从大清早找他找到现在，一直都找不到人呢。哎，别等他了，今天那个服装发表会你可是主角，迟到了不好意思吧？我才不管他呢，服装设计师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尔刚不来啊，我今天就不去了。哎，你别气了啦。也许，他待会就会到了啊。佳慧，会长那边打电话来说，人来了很多，很热闹，要不要走啊？要走你自己先走，我还有事情。不不不，我等，我等你。这，我先写一次给你看，然后你就跟着我写哈。哦，你再念一次看看。喂，看一看 ，nurse，nurse。老三，我们去书房尿好不好？为什么？
搬到小强书房去写，在书房预习功课也比较专心呢。宋太太，他的书房实在太小了，光线又不好，窗子又小，对一个小孩子礼拜天还要上课来说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又宽敞，光线也好，像这样比较宽阔的视野，对小孩子上课来说才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压力。哦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给别人带来压力跟视野问题。对不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这你当然不懂了。小强，把功课搬到书房去做。宋太太呀，季老师，我看你就入境随俗吧。那你们两个人这预备账耗的，哎，耗着吧，总有那么一天啊，我会等到他的。季学呢是个不错的女孩，谁要是放弃他，谁就是笨蛋。我相信。我跟你讲的那批房子还蛮不错的，空了去看看。好，我会去看看。那我去做生意去了。好，你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强，你妈真的是太多疑了，这样不但对女老师是一种侮辱，对你父亲也是一种藐视。其实啊，我们家已经请了七位女老师，全都是这样被我妈给赶走的。那你们家为什么一定要用女老师而不用男老师呢？如果我们请了男老师的话，我爸爸同样会误会我妈妈的。好吧，快点回去把功课做好，不要忘了。好，好，走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佳慧啊，我姐姐亲自打电话来催你了。你姐姐，你姐姐打电话还要怎么样啊？这服装公司是她的，又不是我的，我不去了啦。佳慧，你干什么？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你去哪？哎，佳慧，哎呀，吵死了，每天吵，每天吵。喂，凤姐啊，我现在啊赶到佳慧的展示会场，你在办公室等我电话啊。OK OK， 好，拜拜。